你怎么了？脸色看起来这么不好。刚从后山回来，感染了一点风寒。这时候受寒，多好呀！我巴不得受寒，五脏六腑都要烧起来了。画的倒是惟妙惟肖，有这功夫。 不应该多画点宫门的地图和岗哨分布吗？不关你的事。话说，公子羽对你这么上心，你和金凡的关系应该也不错吧？和你没关系。 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我需要你去靠近金凡，拿他身上一样东西。帮不了，你自己去拿。是帮不了，还是不想帮？帮不了，也不想帮。上次你还欠我个人情。 怎么，是不想还了吗？还人情可以，但你这是要我的命。你要我去偷金凡的东西，搞不好连命都会搭进去。你不是刚帮公园指送过药，那金凡的身手如何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所以金凡这个人肯定不简单。 一个律御史，本事有点高得过头了。我和他交过手，虽然胜了，但他和我交手的时候，连三成功力都没用上。既然他让着你，那你偷起来不是更方便吗？上官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？ 你消息倒是灵通的很。你想要金凡的那一半医案，我丢的东西正是赐予母亲兰夫人怀孕时期的医案。我若是帮你偷了医案，岂不是帮助宫上爵将公子羽拉下执任之位？我在宫门的任务就会满盘皆输。 我明白了，公子羽的身世一直沉迷，这医案可以证实公子羽并非宫鸿羽亲生。确实，这事关公子羽的执任之位。你要去拿的东西是半本医案，它的内容和用途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看的别看。我本来一直不知道这医案内容。 谢谢你为我答疑解惑，看来我更要拿到手了。站住！你拿到手了，我不就输了？我的任务比你优先级高，直接刺客，输就输了吧。 无锋任务，不分高低。和我同样等级，不分高低，直接本来就是其次，能帮到我，是你的福气。 姐姐，你若知我成事，我再助宫上爵成事，取得他的信任，就离成功更进一步。日后我大功告成，回无锋领赏。
我也会多帮你说几句好话。若你今日不帮我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 云姑娘做糕点呢？是啊，苦瓜和桑葚，这是什么搭配呀？可别吃坏了肚子。老家菜，给大家尝尝新鲜。云姑娘，给金侍卫留的饭在哪儿？他刚回来，我得给他送去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啊，等等。 金侍卫最近也劳累得很，拿几个糕点给他送去吧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金凡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上吐下泻了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蹊跷，会不会是之前和芷公子交手，中毒而不自知呢？ 气死我了！金凡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去把雨刮掉，我就去把芷公扎了。大小姐，切莫关心则乱。我这心可太乱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带了自己的百草翠，大不了一会儿我给金凡用。金凡，你有没有被那个毒物的毒虫叮咬坏了？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！你分明是别有用心。 我真的没事，瞎说！你怎么会没事呢？你都吐了，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你连喷嚏都没有打过。这，你才是被公园指的毒虫，给毒傻了吧？我必须确认你是否没事。公园指那个卑鄙小人阴谋诡计多得很，我怕你被他吃了，你都没感觉。大小姐，那你细细查看。 我去外面给你守着。好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